说哦哦，他就没有给我什么说怎样啊。那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说，哎，今天要去开同学，要不要去？我说好。他说我想今天可能会办的事情哦，这样子。我说哦这样哦。然后我就想说，哦，什么事情？我心里也很急啊，到底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来了再说这样子。然后其实他有帮我治我的脚，他就在用气功这样子，然后就问我啊，是婆婆还是妈妈在吗？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哦，妈妈在，婆婆不在啊。然后就跟我讲说，那我看到可能是你婆婆这样子，你婆婆脚不怎么好，是不是？我说哦，是啊。我想哦，好准啊，怎么会那么好心话？然后后来有他有帮我弄，以后过了几天有好多了，就比较不痛了。那接下来就是有一次去他们那里会里面去，他也知道我的脚，那隔了两天真的都好了，到现在都好了，都不痛了。那我是想说问一下，哎，是为什么这样子啊？他有跟我讲一些事情啊。那我想说今天来这里想说问婆婆看后续是怎样，哦，看有什么事情要怎样，哦，不然的话暂时不痛了啦，那我不理他的话也不行啊，是不是？到时候又起来就更痛就惨了，对不对？所以我是来这里就想说想请教婆婆说我后续要怎么做，我当时大家他好我也好大家都好这样子啦，是就只有这样子。那我分享只有这样子，因为我比较笨，我没有什么像这种特殊的体质，这样都没有，是陪着去，我都跟他们讲是边吃边喝的啦，我都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没有什么。对啊，对啊，我大概差不多了啦，就这样子。好，谢谢，谢谢，下一个，谢谢。台中县的大雅乡哈，啊，今天是跟我们的碧云师姐过来这边，她说有一位婆婆哈，啊，我就想说啊，心里蛮欢喜的，希望能够来跟她认识一下哈，啊，跟这些朋友认识一下哈，啊，我的经历是在灵修的路上是跌跌撞撞的哈。啊，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啊，让我东华木工啊，对呀，中心里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触，然后就是跑遍台湾全省的，可以说灵修的地方都去过了哈，啊，也看到很多就是走灵修这一条路的人嘛哈，就是会蛮心酸的。啊，好像说你一要修考验马上到，哦，什么都会给你考啦，家庭啦，身体啦，什么都考，考得你无法招架。但是我一路走来是这个碧云师姐最了解我的，等于说什么事都经历了啦，哦，这个命是可以说死了好几次，然后又回来了啦。那也是。我说真的，死亡的经验我经历了好几次，灵魂要跟我们肉体剥离，我也经历了好几次。爱是感谢我先生一路陪我这样跌跌撞撞的走来，然后，啊，今天就是说有这个缘分能够跟这个婆婆认识，哦，啊，希望她慈母。多多给我加持，然后让我在这个灵修的路上能够走得顺利一点，这样谢谢大家了。你们也给大家很多鼓励，啊，你们给我们很多力量，很多孝顺。这位五十四女士，坐，大家坐下来，大家好，谢谢。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大家这种灵修嘛，因为我是因缘际会啊，就是我那个我老婆啊，跟那个美金啊，啊，大家都不同，哎，对对对，啊，大家都讲的，他会有一直讲说你怎么样这样，所以我心里有一种感应，就是说，嗯，这个会不错啦，啊，然后学了一点，好像也是说真的，是有一点做人的道理，什么都是向好的地方去学的。我说这个好，你尽量去跟他们学习也好，都是这样的哈，哎，啊，没有什么是第一次的，好，啊，谢谢大家。太好，真的，家庭道理。没有回礼，哎，那个都是我们台中的人，不急啊，不讲都没关系，以你们的时间为主哈。好，大家好啊，
那我也是在那个浙江上海这边是跟美金，因为那个跳舞蹈高山青结缘的好亲。那真的是这些小姐妹都是因为这样。那谢谢球敏哈、提供他家的住所，让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机会，能够就是说大家能够互谈哈，吐吐心声哈。然后分享每一个人人生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经验啊、经验上的一个分享。那我跟大家这边比较来讲，我可能那个感应敏感度稍微迟钝一点，我比较少可以感应到一些什么，但是基本上我的心声跟大家一样的，我希望我在这个人生的路程上，我能够贡献我一己的力量，好，那我目前这个团体非常好哦，那我希望就是跟随那个吉姆这边哈、然后美金，那在你们的带领之下，那可以跟大家一起贡献一己的力量，好，谢谢大家。太好了。谢谢谢谢新年快乐，这个要开讲了啊，新年快乐。突然把麦克风给我，我觉得我不应该把场子弄冷的，所以呢，我们来唱歌吧。好啊，没有啦，没有，祝大家那个虎年行大运。然后人家讲说那个喝桃喝贝，就是整个年头啊，就从头好到尾这样子，喝桃到喝贝这样子，对，然后真的还是有一点把场子给弄冷了齁，没关系。那其实那我来讲一下我跟师父结缘的过程好了。那一天我记得师父问我说，你跟我多久啦？我就说大概3年吧，因为也其实不知不觉的好像才昨天的事情。那我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就是妈妈身体不好，然后就是玉萍我们一个大师姐，但是不能跟她讲说她是大师姐哦，因为她说她很年轻的，所以我们还是叫她玉萍就好了。好，那就是因为玉萍结缘，然后来认识师父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哭嘛，我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已经热泪盈眶，但是我没有流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认识玉萍。那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在这么多人面前哭，觉得好丢脸哦，所以我就一直把眼睛睁得很大，这样子不让眼泪流下来。那后来呢，渐渐的跟师父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才发现原来只要见到师父都会流泪的，含泪盈眶的，必定都是前世非常非常深的缘，而且不会只有一世，可能是累世，只是我们不晓得说前世跟师父的缘是什么。那慢慢的这3年来，我也慢慢的找到了几世跟师父的缘分。那也不是说自己修得很好，但是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只是让我们自己学习怎么做人处事，然后让自己比较灵光一点。然后自从我才刚到佛堂不到半年，第一个发现我不一样的是我的室友，因为我以前吃东西有点浪费，就是我会点的哦，因为我觉得好多东西都很想吃，所以我就一直点，可是我的食量明明就很小，但是我很想尝试所有的美味，所以我就会点很多东西。然后我室友呢，就是默默的把所有东西吃完的人，那我只吃一两口。可是后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室友就跟我讲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东西都不会浪费，因为我在我师父身上学到了这个美德。我的师父的东西一定都是吃到肚子里面，他绝对不把东西像垃圾一样的丢掉，所以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勤俭的美德。那再来呢，因为我本来就是以前讲话就是很跳痛，可能这边讲一句那边讲一句，好像那个脑袋是没有连好的啦，无厘头，对，无厘头，很无厘头。然后接下来发现我不一样的是我的长官，他说你最近怎么变得比较灵光了？
我说对啊，我有变聪明耶，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在做人处事方面、待人接物方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道场给我很多很多很多，学校没有教的，同学之间不会讲的，因为同学都很宠我，因为我就很霸气啊。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我要，我可能就拿走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以前就是从小就当班长，一直当到就是六年级，整个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当班长，所以会觉得每个人都是要听我的。而且我的错别人都不会告诉我，然后默默的吃了很多闷亏，就觉得哎，明明是我做的，为什么是别人奖励拿走了这样子，然后以前都不晓得为什么。那在一连串这样下来，这样也经过了，直到我32岁认识师父，哇，不小心透露我今年几岁了，对，就是小妹今年我35岁。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哎，怎么会觉得无形之中我的东西不会莫名其妙不见了？就是因为我就是像美金这样讲的，我很无厘头，那东西拿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很随手就忘了。那现在就是哎，怎么变成是一样是工作认真，你会发现我的年终奖金永远都比同辈的人多，就是好像跟人工都有帮忙，就哎，人家没有奖金，我有奖金，但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因为长官就说，哎，这个不能讲哦。我说哦，好好，就反正奖金也是入到我们的银行账户嘛，那你不讲，人家就不知道。那去年也是啊，去年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明年即将在就算今年了，今年5月要在香港上市，也是一样，台中。因为我不是主管职，我只是一般的那个平民老百姓，就是一般的职员。然后呢，我竟然也有股票，那就是因为要在香港上市，所以就要印护照啊，还有那个一些证件，国际证件就是护照。然后我也有，他们也讲说，哎，尽量再低调之后再低调，因为就签完名之后，哎，我就，而且那个总经理还跟我讲说。这个是某某主管跟你讲说，别人没有，我一定要有。哎，我回来马上跟师父讲说，谢谢菩萨的帮忙，因为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很多脾气，你自己自我的个性在改，人家就会来帮助你，大帮助大，这是我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啊，反正跟师父在一起，我不晓得你们这样子一两个小时下来，我觉得我在师父面前听，就是看到师父永远都是笑嘻嘻、笑呵呵的。没有什么烦恼，所以我会觉得说，事情笑一笑就过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真的笑笑就没有了哦。我们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里面的，我们做对了吗？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师父常跟我们讲，有机会就出去走一走，去看看别人的道场，他是怎么样经营的，怎么样成立的，再回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道场。有没有哪个地方是需要再改进的？见贤思齐嘛，见不贤则内自省嘛。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学习都是师父在那潜移默化当中教导我的。师父也不是说哎看到你哦就骂你哦，不是，因为他很担心哎骂了我这个宝贝袋，我宝贝袋明天就不来了，哎对不对哈？所以师父他总是一再呵护我们。可是呵护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规则原则就出来了，其实是很严谨的。师父常说他要雕这个玉，怎么雕呢？雕出来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像很重要，总是要精雕细琢，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像给雕出来。所以你不要看有时候像我们每年都这样子跟师父出去去埃及啊，去欧洲啊，去中国大陆，每个地方也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是你平常在家里做功课，做完功课之后你要出去交一下成绩单，当事情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在修就是修自己的心性，然后到真的事情来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美金常常就很羡慕我们啊，你们在台湾好好哦，常常都追随在师父旁边。我们其实也像跟美金讲说，美金我们其实也很紧张，好不好？因为不晓得下一秒，哎，师父又出了什么样的考题给我们。我们也很担心，我们会不会抓不住师父的裤脚、裙脚，哎，不小心就被考下去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业力，它真的要来讨报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都觉得很庆幸，哎，三年了，才三年哦！我很想像林大哥啊，像那个林教官啊、雷教官，一心一意的追随师父，到现在都一二十年了。我也自己一直祈念我自己，我要效法他们，然后来跟师父这样子一路这样走下去。啊，今天又把我的秘密讲出来了。下一个人也要讲秘密，物理也要准备了。那因为其实人还蛮多的，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最快的一个，三年来他已经在三界都有了力量。等一下你们可以看看啊，现在叫悟点悟明，他是修自性佛的，悟点自性佛的，好，佛。那我已经来是一半，有灵的，有自性的，所以我现在带几个高人给你们看啊。还有各位恩公哈，好兄弟们，大家好。还有雷教官，那修的更是妙的妙佛了，等他来讲哈。主席，今天赶紧讲，今天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入宝山不要空手归，所以入到这个宝山，如果如何拿宝，所以说我今天先开一个偈给你们哈。心门一开，法喜来，法喜一聚，妙智。开，妙智一得传心法，大家有接收到吗？心门要开，佛门要开，你们的。这到最后一句最重要了，传法一行，施开怀，这句话最重要。所以说今天传了多少法，大家点了多少宝，有没有拿到？好，收到了，好，恭喜你，恭喜，哎。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在哪里？今天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宝，家庭那个家。为什么今天师父要强调这个家？各位，家一定会有问题。那家是很多人所组成的。你要修身，一定要先齐家。你不齐家，以前我们就说先修身，然后齐家，对不对？现在不是了，你不齐家没有办法修身的，他不会让你修的。所以你家庭不和睦，你不要讲说你修得多好。所以说今天为什么特别师父一样，他为什么说他的妙法？我刚才讲的那一句句上面是妙法，好，就是心法妙传。什么妙传法？他刚才已经都已经传过给你们了。如果说你们可以把他的电一滴拿起来用，各位，你们家庭绝对无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师父，我们这个活佛，他为什么称为活佛？他会把他的经验的累积。你说他的法有多高？并你们有时候他误会的说，哎，他妙智一来就什么都有了，不是？他是亲身去体验的，尝过那个苦了，他可会把那个苦处跟大家讲。哎，这个这样做不好哦。但是偏偏我们这里面就有人就不信邪，就给他拍，哎呀，后悔了，后悔莫及。所以说我们。传这个，师父在传这个心法的时候，他妙在哪里？妙在你们会碰到这个问题，一定会。他已经事先预告了，我们这群人里面一定会有人会碰到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但你至于是谁，碍于大家的情面，不直讲。但是，个人心里有数，到底是谁？但是拿回去一定受用。那跟师父这么多年以来，我大概也是14个年头了啦。我没看过师父的金身长得什么样子。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们都在，我们每天都在。婆婆，你的金身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他看到，他看到，他看到？为什么我们全部都没看到？我们都看不到，长什么样？每次来都是你那个面子。啊，走了，去做事。每次看到就开始训练上课了，怎么老师都每次都看到这佛我的样子，通常没有看到什么金光闪闪，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实面，真实的佛，它不是凌驾，
他来的时候就那个神来，没有那个所谓的金光闪闪，我们都看不到。但是他的金光闪在哪里？他需要的时候，他必须要。所以我们常常讲慈悲，慈悲，慈者视众生如子女，悲者大家同苦，然后救离这个世间苦。所以慈悲，为什么大家都说观世音慈悲慈悲？他因为视大家如子女，然后把大家的苦当作自己的苦，然后去解大家的苦。所以说什么叫做慈悲？还有大慈大悲，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修到这个慈悲心，当你慈悲心一起，你有慈心的时候，你就是母。所以说他们外面会称为很多母什么母母，但是所有母的源头就一个，就只有一个，大家都可能成为母。因为当你慈心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母，什么圣母，对不对？啊，那个什么有王母什么母，很多的母。当你有慈心的时候，你就成为母。那你有悲心的时候，你就会感同身受。你怎么感同身受？哎，他脚痛，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痛吧？不晓得。自己先痛一次，你就知道。哦，原来你的脚这么痛。哦，我知道了，我感同身受。那时候你就悲心就起了，就有慈悲心。恭喜你，你就是你的道已经成了，已经成道了。所以说修道有很难吗？没有。你要不要做？你有没有那个心去做？好，今天这个路人，你看一下。啊，这个糟老头不理他。好，你没有那种慈心，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一下？心里面有没有持一下慈心？好，去关照一下，或者悲心，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有没有？不要说人，最，我们要去那里，连张纸，哎，要放得好，你不要揉的不能再用了。好，你没有慈悲心，慈悲心不是对人，连物都要慈悲。这就是我从我们慈母身上学到的，物尽其用。一张纸旁边有小白，对不对？丢掉不行，这个还可以做一些笔记，可以使用。用到它不能再用，好，用完都用完，对不对？我还可以当杯垫，还是不能丢。这就叫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它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慈悲心。你对这个物有慈悲，你对所有有生命的，包括植物，你有慈悲心，何况是人，何况是我们的一些可以那些飞禽走兽。好，今天我是谈两个字，慈悲，慈悲。从哪里开始？来，从一张纸开始，一张纸，一棵树。那这一棵树，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节省一棵树，好，我们再去发扬。那我们这边有多少树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那么多灾难？很多都是因为树木所引起的。土石流是树木，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树木都把它砍伐了，所以引发很多土石流。那树木少了，我们现在不是说温室效应吗？也不是，也是森林砍伐所致，臭氧层破了，一切的根本。你看一棵树多重要啊！所以说，在此呼吁，一张纸，一棵树。我今天只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报告，只要这样就好了。好，谢谢大家，大家回去再练习。这句话就是我在美国啊，人家提倡的呼号。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这么样子，历史短短的时间能够创建起来，然后为什么人家就是时常讲这些课，人家就是讲圣经啊，讲这些课。一张纸一棵树，天天不停的广播，而我们这张垃圾啊，所以我们不一样的见解。那我们现在请雷教官他的恩公故事，他恩公故他，什么叫恩公呢？哎，大家好啊，我现在啊要唱一首啊《四月记》。会唱，大家一起跟我来唱啊！哎，你还有乐，又来了。要是寂寞，要是寂寞，千秋。天宇哦，我天宇是不会唱，国歌会唱，然后这个啊，四句记我会唱，
真的跟啊、跟我们活佛上师现在外面叫的姚氏金母，因为活佛上师他也不在这名，外面人说造神，肉身还造什么神啊？肉身佛在此。所以说，邓丽君菩萨在十几年前我们去金宝山的时候，就追随了我们母娘，因为她在天上下凡尘来的时候，就在一直在想要找一个人，结果她唱首那首歌，在梦中，简直是那首在梦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天堂，对，天堂。这个是我们跟我们堂主啊，春假亲自啊，七啊绕台湾，绕到从台南出发，绕到那个七啊台北县金宝山。人家跟随了，邓丽君出来以后，跟随了母娘环游，弘法五大洲。那现在从三品莲台哦，果位哦，升到了现在是七品，八品了。人家还要盖庙了。八品了。就是邓菩萨，我们现在叫邓菩萨喽，他十几年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附身出来就给母娘做了圆通宝方的歌，会唱一起唱。圆通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圆通宝堂，收获特别多。看的看，说的说，圆通宝堂真不错，请你们大家一起来圆通宝堂。我们圆通宝堂现在上部落格，我做了17个部落格。因为我们奉了菩萨指示，要去谢天机，就把各种母娘在人间的精彩的片段，我们因为嘛上网有限度嘛，大概都是在10分钟之内。所以说，美金在大陆这边，台湾的看不到，所以我进入他们大陆的网站五六网，土豆网、五一网，全部都进去。谢谢教官。五六网啊，现在这个点阅人数上10万了。然后我们的雅虎部落格快9000了。哇，那还有什么无名啊，这些全上，所以有17个。为什么呢？因为母娘太谦虚了，平易近人，默行了这么久，为妙默行这么久，太谦虚了。因为他每次见到谁拿一附身，姚氏金母一附身来见母娘说，我真的是吗？每一次都这样子，所以我昨天又上了一小段，说真的太谦虚了。但是大家众神全部，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感谢诸佛菩萨。今天是迎神，你们知道吗？初四迎神，说迎神，所以大家从上海来各地来，美国来，各地来诸佛菩萨来，对不对？我们人最幸运了，来这边真正接触到了是什么？肉身的姚氏金母，你们最感到佛光普照。虽然外面普相甘霖，真的我这边是佛光普照。有想想看又要想唱首歌了。月圆花好，因为这首歌我每次想到真的很美。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圆美满尽到最，勤俭祠堂鸳鸯戏水，红纱褪盖鬓里莲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爱，这鸳儿凤儿下个最像这好花吹，柔情蜜意满人间。这首歌啊，这就是母娘，大希望大家这样子，真的，真的，我们都是有情人，真的，都是有情人，你知道吧？所以说像美金他的案子啊，说在他那个什么是王昭君王昭君那一世跟美金是非常亲密的，所以我们这边的故事啊不是什么随便串通的嘞，都是演出来的，然后拍下了天地人见证，全部是天地人见证，当然你们可以看。但是我这边真的很感恩，我是天主教徒，我对因果是完全不了解，因为一切的赎罪由天主来承担，因为他帮我们背十字架。没想到1990年跟母娘到了美国，到了圣玛丽大教堂，耶稣出来复生，他钉了十字架，钉到了，那个刑啊都是钉到的。结果他慢慢卸下来，为什么？母娘到了天使岛，帮耶稣的钉子拔下来，耶稣告诉了我们说他的方法错了，背十字架你们知道你们最大的别吗？都不知道啊，对，都不知道因果。所以我们真的要忏悔因果，像我们的教授刚刚在讲，他也说很多堂主都不知道因果，只晓得神父生了，然后帮他画画咒啊，符符咒啊，所以画那些我也看不懂。这要是能像这样写的写出来了，瑶池金母下凡尘，对不对？平易近人，这样子写出来，我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从无知，真的我是无知啊，到能够由母娘的这样开示，然后从恩公的教化我，从一点一滴，然后我从黑白的生活变成了彩色的生活。你们说为什么彩色呢？因为我一睁开眼睛，哇，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呢，真的，母娘带我到各个地方去看，都是奇迹呀。但是你们有没有奇迹呀？每天啊，可能，闷了，然后这边痛啊，对不对？但是恩公非常讲义气，讲信用，只要你肯做啊，只要你肯行啊，只要你改毛病、去脾气，只要你不要计较啊，不要比较，哇，他都很高兴了、他黑麒麟，在看你的作为以后，他慢慢的收回了。他说在问了冤亲债主，他都是亲人嘛，我不骗你，我见了们都亲人呐。所以刚刚因为1999年是大灾难，所以说招贤那时候母娘急呀、拜贤要拜，一定要请他们啊，真的贤士啊要出来。像你们在座的啊，都是因为今天啊大家都是有缘人，况且啊每一个人说没有感应，其实我也没感应的，但为什么我会心痛呢？不晓得、他的感应很奇怪，他没有感应的，他就会感应到您的痛，不感同身受。刚才讲到什么痛？我的心脏痛，我不知道是他妈妈的心脏痛，所以我不晓得啊，谢谢你，你也心疼？有吗？我也不晓得，但我想哭啊！他也想哭嘞。其实我们啊，
来的话，大家都亲兄弟，真的天上下来的，我不骗你们，大家都天上下来的，只是说迷失了。那为什么你们迷失了呢？就什么灰尘嘛，灰尘的话就业嘛，因果。所以你们啊，我们这边讲的是因果自保，有幸有德。所以我一直很感谢我的恩公，因为他一直在帮忙我。哎，他虽然是请了黑子进来，但是啊，我做，我跟着母娘走，做欢喜做，我们比较欢喜受啊，也不叫欢喜受，我其实欢喜受啊受不了呀，好痛、啊，刚刚心脏好痛、啊，我心脏好痛，哎，我受不了，因为那个每天在每个在这边有事，他那边也躺平了，哎，这好几次，真的很几次啊，他没有讲，我们这边的话都是讲天地人见证，所以说我很感谢。伯母在这边哦，帮我，然后让我们家很平安，让我爸爸啊得了那个血癌哦，三个月哦不痛走了三个月，然后我岳母三个月他是什么？礼拜天去看，礼拜六去看他，礼拜天一早就中风了，三个月，因为母娘说要去美国啊，你等三个月就好了。三个月就准时走了，也没什么。美国回来，从美国回来就走了。对啊，我岳父将军，海军将军，哎，大肠癌，哎，所以说我这样看一路这样看来啊，真的因果。但是因为有母娘啊，让我们这个子女，半子少受很多痛苦。但是我们要怎么感恩呢？怎么感恩母娘？怎么感恩恩公？怎么感恩诸佛菩萨？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是母娘的光环。对，所以说嘛，我就说彩色生活，这么大的圆满光，真的，你们要看。在他家屋子里布满月光，是不是？娘给你们看。不是，你们上网看好了，上网看啊，真的。你们上网啊？点哪一个？17个，随便你们点。哎，你们看完以后啊，你们半夜睡不着，点起来看一看，哎呦，那光都来了，哦，照耀。所以说母娘很慈悲，叫我上网。上网以后啊，你们啊，24小时啊，因为现在24小时嘛，真的不寂寞。因为什么？有母娘的声音，有母娘的影片，有母娘的在普渡。如何普渡，如何教化，如何打开道结，有更多灵行光、圆满光什么光，哎呀，都在里面。如果说你们再没办法的话，我也没办法了。为什么？都已经的全世界在网络啊，无远佛界了。那你们如果说再不上网看的话，那也没办法了。哎，所以我说有福的人他会去点，点到，然后，所以说。现在伯父真的很辛苦，我们的母娘好辛苦，就是希望儿女赶快回来啊！96亿元年呢，最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是诚心的忏悔，我们前世的错，但是我们今生啊就好好的去行功立德，追随母娘，况且我们兄弟姐妹啊。在座都要扶持，要真的要扶持，你们都晓得嘛，筷子一说，一双就折断了嘛，要一把一把，叫团结就是力量。所以母娘希望招贤啊，大贤者博教授站出来，全部站出来，不要再潜居了，在山林了、下凡尘，跟随母娘在圆通宝堂。你不晓得，我们邓菩萨每次都在母娘旁边唱歌的，因为我们五大洲去哪个地方都在旁边耳朵唱歌的，就唱他的。到处都有邓丽君的歌声。真的，这不是假的。很奇怪，就这么巧合，连大陆的公车都会这样。都会。为什么？因为什么？这司机会突然会放邓丽君的歌，怎么办呢？就全车都听着邓丽君了。但是我们邓菩萨说实在的，他就一直他找到了，问题是你们找到没有？在座的你们这样跟那么看到母娘这样子啊，真那么慈祥？你看，但母娘他们说她老了，我说不会啊，好美啊，因为我们
我们看的就是活佛嘛，哎，活的佛，肉身佛。我希望说大家要法喜充满啊，因为来圆通法行是快乐的。当然办法会哦，那就不一样哦，因为你要忏悔，因为恩公是很生气的。但是那个啊，就是修六度波罗蜜哦，要修忍辱，对不对？因为你们前世把他杀了，他骂骂你，应不应该？应该的。所以我办法会吧，我都不讲话，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前世我已经转世了嘛，对不对啊？恩公都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嘛，转世了嘛。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才不理你，那你就惨了。等着瞧，那你等着瞧，哎，癌症等着你，血癌等着你，啊，那大肠癌等着你，真的，然后中风等着你。所以我就在想啊，我说我们现在啊，所以我一起来，我每次哎又很能动，哇，踩着社会又开始一天，好高兴。所以有人说来追随母娘啊，是很快乐的，很欢喜的。我们这边都圆满光啊，为什么那么圆满呢？对不对？大家应该要说，真的，我们现在拍的菱形光，为什么是菱形光？因为四个圆啊，中间的切片是菱形。当你一切圆满的时候，那光啊，金光闪闪，菱形钻石光。对，我上个礼拜天陪我妈去天主教堂，结果那个拍的那个天主像啊，就是菱形光，就在她的心脏旁边。后来我的给我的那个。我们那个修理看，修理说反光，我说好，就初一嘛，初一我们是拜祖先嘛，我陪我妈妈去，然后我说当然拍，连续拍两张，越来越亮，更亮，我带来，他还移位，位置啊，反正是第一张是在新郎旁边，拍的多了哪，都给你看，都大的，还是大的类型，不是，至少吧，那叫莲花。所以说你们在什么？金工法师说是莲花，莲花不容易得，不容易得。可是我们大堂每一步都有，都有，都有。神器，现场就拍，我等一下就拿给你们看。因为那个刚刚那个李总经理啊，你上次的法会啊，那照片有啊，整个虚空在办法会的时候，你妈妈出来的时候，整个虚空全部是那个那法轮光，我照片有，当然你们可以看分享，这些啊都不是我们啊可以想象到的。所以说你们啊，我，因为我们这边有办很多法会啊，都说，哎呀，我念经回向啊，恩公说，我有些是租金子啊，租的恩公哎，他说我要你什么什么金啊，我都听不懂你人的话。假设鸟嘞，鸟我也听不懂啊，因为我们有杀鸟哎，猎人，我当过猎人，一射一穿了以后，哗，我怎么我头痛死了，因为箭还在这边，然后我喉咙啊，年轻的时候喉咙啊。每次一感冒会发炎嘛，就两个洞，至少要十天，要吃消炎药，要吊点滴。结果嘛，我们当猎人不是鸟啊，你杀了以后不是要挂钩吗？挂起来嘛，对不对？钩着喉咙，钩就两个洞。所以你们不信，我本身做见证，这些我都是做因果见证，真的是有存在的。我可以背书。你不想啊，我们教授在车上还在讲哎，说哎，教授在讲说他生第四个小孩不想要哦，还要办法会谈判哦，哎，说希望你不要出来，但是他还是要出来，他说我不出来的话要把你公公带走，一起带走。你看，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劝人家不要堕胎，不能堕胎。假如你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小孩不要的话，你还要办法会请他出来，要谈求他。说哎呀，妈妈、爸爸、家人真苦啊！这是我们的法会里面出来的，所以说这些啊都是真正真实的见证。我希望我说大家跟着母娘啊，快乐快乐的弘法去行道，然后真的在家里面啊，平常都忏悔、念经啊。活母娘讲啊，还不如去行经呢，对不对？你念经念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都已经很难念了。还是去行经救人普度众生，跟着母娘走没有错。休息一下了哈，我们就先休息五分钟，在下面是零的啊，零的上课程啊。
来，好，休息一下。刚刚我就说我在摄影的时候，我说心脏痛嘛，哦，我说好痛哦，我开始我想问他说要不要帮妈妈办，他也不知道，那现在他才知道，说他妈妈来了。因为我母亲走的时候是心肌梗塞，心很痛，他有两个心痛，他一个心痛是心肌梗塞，一个心痛是因为他离开我们，他没准备。哦，这刚刚的帮妈妈，不然的话他的恩公还在，所以说不定有时候是共业哦。如果说你不放了，不帮他解的话，接着下面不知道是谁，因为是家庭。因为我们家里面最近很多人往生，哎呀，所以说我父亲哦，他现在就很害怕。哦，年初二的话是我二嫂那边妈妈过世。哦，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一个连着来，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嘛。哦，那就是。我大嫂的爸爸先过世，然后回来就我母亲过世，我母亲过世就是我二嫂的妈妈过世。都心脏吗？大部分都心脏。都，他们，前面两个都是癌症。其实我母亲是肝癌，但是她是死于心肌梗塞。哦，对嘛，哦，好痛，我刚刚。对。好，要相信。好，谢谢。你慧玲吗？慧玲啊。你身上的灵是什么灵？你给我报上来，定下来讲。你不敢承认，对不对？你怕我抓你个正着，对不对？假如你要是行功立德，三气破劫，三界普渡，那你地界也是可以普渡啊。放松的尽情表现，你看他表现，看他的心。你那么尊敬佛菩萨，你一定也是想学成佛菩萨，对不对呀？可是，对，可是你拿什么功德回向啊？是不是两手空空啊？对不对？所以呢？他想利用他的人生来赚点功德。那我问你啊，你跟他是什么缘分？恩公缘分吧，业障吧，对不对？你也想冤冤相报何时，干脆赚一点功德用他的身，这也无可厚非。只要你表现得漂亮也可以。点头了，点头，拍摄拍摄，重要拍摄，点头了。你今天能给我表现什么？让我看看你，让大家看看你的功夫吧。你能够有这种心胸，不报怨来施恩，是一个伟大的心胸，但是又怕犯了天界的法规。你也真聪明，找到我了，眼泪在流。你也真聪明，找到我了。你只有找到我，才能给你一个方便法门。来吧，我也可以给你教一教。你看眼泪汪汪，多么心酸呐，多么心酸呐，眼泪哭得多么大大的眼睛，多么心酸呐。所以化悲愤为力量，化恨为爱，是多么伟大的心胸啊。
我也要佩服你，对吧？我也要佩服你。我在发国光，你收到了吧？爷呀、好，起来。众生平等，他不敢起来。众生平等，母娘不是以人界的孩子为孩子，三界都是他的孩子。起来，起来，看看妈妈吧，更清楚。帮助母亲打帮助道，好不好？看你的脸色，看你的脸多么漂亮。当初他怎么害死了你啊？不堪回首，也不愿意再去回忆，只想往前走，对不对？好，就这么勇敢往前走。好，起来。看到妈妈高兴吧，高兴，高兴。等一下我们唱歌跳舞，好不好？把欢乐带给人间，不要把仇恨再延续下去，好不好？很好，帮助美金在那里，好、普度众生，好、等你功德圆满，我自然会给你封号，懂吗？加油啊、你们学到了没有？你看人家的心是能够放下来谦卑，人家的恨化成功德的力量。你看他眼泪流的，你们刚刚没有在前面来看，应该看，站起来给他们看，来，站起来，转过身去给他们看，你的美，转过身去给他们看，你内心的美。这么娴熟，对不对？却被人家害了，现在还有娴熟的心、以德报怨难呐，可是他做了、我的心也很难过，虽然为你委屈，但也为你高兴啊、我们走菩萨道好不好？好，等一下我们一起唱跳舞，唱唱歌，好不好？好，来，起来，有空的时候多做行功立德的事，我会去看你啊。你看我不容易，我看你容易，好不好？好，起来。都不想起，一直想磕头，头低下来。你对我那么真心，要永远哦。我会凶哦，你怕不怕？不怕。我骂人的时候，人家会生气哦。你生不生气？不生气的。记得哦，今天录影带拍下来喽。当我考你的时候，凶的时候，你不能生气哦。你能不能保持不退道心？好，你有一个得力助手来。啊，上海。多得一个得力助手，好不好？谁要是退道心的时候，你就显化给他们看，好不好？他是你的人，他是我的人，对呀、我的心好痛啊，我的心好痛啊，我也很无助啊。没关系，就是因为错了，今生来做对，好不好？好，他错了。今生用他的身来做对，好不好？好，成就一番圣业啊，阴阳两立，好，好，起来，
再看看我。你痴痴的望，有多少爱？很多很多很多爱，把这些爱给所有众生，好不好？对，把它发扬光大，佛光普照。你带着我走，好不好？好不好？好，跟着美金去普度众生，做好了带着我走。还有刚刚那个护法，叫他去找董事长，董梁，听到没有？从美家找董事长董梁，还有北京，通通发出去。我们在各地方立点，给你发挥的机会，好不好？高飞高兴。啊。你们哪个会这个样？学到了没有？学到了。要你们学学这个磕头，我从来没有教磕头礼，可是人家的那个心，你看哈，多可爱啊！好了，起来了，我们吃饭吧。我今天订比较贵的便当，平常订便宜的便当，今天你们来了，高贵一点啊。哎呦，他还不要了，客气了，没关系，还有一锅汤，啊，甜甜的，吃完了饭再喝一碗甜汤，甜甜蜜蜜，好不好？好，甜蜜蜜，这是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相连呢、你们这些人干那么多坏事，所以今天才来我这里行功立德。对呀，对呀、啊，你看笑得多美，对呀、啊，这么漂亮，这么大眼睛，好好的善用这个人生哈，对，不要再害人了，哎，不要桃花运过太多啊。有没有啊？看有没有桃花运啊？啊，不能太多啊。可能是有啊。长得很漂亮啊、哦，难免啊、哦，他那个会帮他挡掉，挡掉啊、哦。
走盛宴，非要有桃花节，因为他对他已经很放水了，他是把人家整个脸都毁掉。对，我也这样看到，要可见他还漂亮不漂亮，要用，要用。等下跳舞啊！哎，小明，哟，还要跳舞哈？没问题。可怜的有缘人，可怜的有缘人在点头，可怜的有缘人，量不大，量不大，点回成这样子还。还没有对他这个人去讨报，我觉得量很大。对啊，你都感动了。你看他看你的样子，好像姐妹情深。我们是姐妹。你看，还真跟你那两个说同样的，我也没有跟你串通，你怎么知道？姐妹情深呐、啊！啊，我心里也很无助，怎么死得这么惨？不过看到你这样子行宫里的，我也很高兴。啊，正好我也来到凡尘了。没关系，加油！我们便当到了嘛啊，我们先吃啊。三个法会是几个？三个。现在还几个了？没有，现在不满。这么多众生才够温暖啊！不能对别人痴情的多情哦，要博爱的多情哦。没看我跟那个老先生讲，贵公啊，好，开始。你看看吃不吃紧？我也是很调皮吧，很痴情吧。那我们办法会呢？你痴情在我旁边，你痴情在我旁边。他那个垫子会痛，找个凳子给他坐。我现在要让给观世音菩萨主持啊，我在旁边做讲解了啊。上座，请上座。上座，你看看，我们这是我们中秋大家一件的心意。快点，来啊，大家来啊，欢乐欣喜啊！中台南高雄的弟子，快点啦，来啊，来啊，来啊，来来，快点啦，快点，快点，新年快乐！元宵节一个百吉发，就是很多。我们都只有给一点点，每个人都给一点点而已。一点点，一点点。对对对，都一点点。一下给哈，现在给，现在给要办法会的，等一下哈，给你个百吉发啊。然后恩公你在想要是不是啊？那恩公我给你一个包包红包，里面装满了很多很多。等一下我们烧金。你说多哈多，谢谢，赶快快点，谢谢，垫，还烧衣服，烧金子，看你们要用什么，通通给啊，还给你们是百吉发，给恩公就不只是百吉发了啊。哇，你看恩公的感恩心啊，哎呦，恩公的感恩心啊，恩公的感恩心啊，感恩恩公啊。哎呀，安公啊，你帮我打帮助道啊，赶快把我带出去啊，我老了，赶快要完成任务哦。帮我帮我忙啊，赶快把天地助我。各位同学知道吗？听到了没有？大家知道天地助我。赶快加油。我还像个人样的把我带出去，别叫我老的那个鸡皮鹤发的时候叫人家生气。好，赶快。赶快带我出去。我明天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晚上就出去了。他的啊，教官，我的又要找他算账了。哟，他的账还真不少啊。是，对不起。这磕错了，磕错边的，磕错边的，幸好。哈哈哈哈哈！这些恩公都会打打敲敲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的恩公会给他帮好大的忙，会，所以今天又逮着机会显化了，因为他比较信，所以人家就显化。要是别人好像那个不信哈，又骄傲，他就不显化了，因为他不骄傲。雷教官他不骄傲，他纯粹忏悔，所以人家恩公就来教。
感谢。我看到我的下半身。有看到他的下半身吗？你要做什么还我的下半身？你要做什么还我的下半身？啊，是有一点红罩的下半身。嗯。那你请王公开始。我一元猛将落到什么都不是，背负这个贪生怕死的罪，逃离战场。嗯，我曝尸荒野，没有人知道。去留一个臭名。所以你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从前有一阵子我对雷教官很凶很凶，很多要求都让他受不了。你想想看，这个恩公不都是什么都得不到吗？一世英名全部得来羞辱，所以雷教官也在我这里得到很多羞辱。所幸他坚持。他坚持下来这一世，到现在他的恩公现在才出现来，要不然恐怕他的腿下面也是要出问题了。就是因为他坚信因果，所以他还很有度量的被我千锤百炼，这一点恩公也很感恩他，到现在还坚持。只是恩公今天出来要说一个话，表示你以后再修这个道，我万一遇上任何瓶颈，你都要记得。记得，也许你受的侮辱还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没有这样忍下来，不会今天我出来说这一段。但是你以为是你自己忍下来的吗？不是，你是放水得来的。是。要感谢吗？气得瞪你那样子，没辙了。所以有时候你们觉得很委屈，可是你们给人家的委屈，你都比不上人家的千万分之一。真的，所以这里都开着，没了，整个都这样开着，好可怜，战争呐、啊，战争。而且说人家贪生怕死，然后顶人家的功，又告状了嘛，又告状了，对嘛？密告，啊，密告又顶。皇上，他们没有罪，我罪，是我。而且又是昏君，真的，不是昏君，是我，我也是昏君，名利嘛，对不对？哎呀，贪生吃慢疑，对不起，其实皇上。一个是跟他是那个时代的同袍，同行，还是同什么？今天又是好朋友，所以才会被他伤害。对呀、啊，然后也不然叫武功那么高，就亲嘛，又武高，对，所以现在敬他，哎，多说好话，多赞美人家。我看就推开了，叫关圣帝君。好，上香来。大家请起立。他们很那个的。上香。笑了，看今天在笑。今年要迎神了。迎神。真的迎神了。真的，如此迎神，我神功好高兴哦。大显神威，大显神威了。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好，大家红起来。好，谢谢。阿弥陀佛，地经三正能量。好，谢谢三。大家向观世音君，请观世音君上上座，因为观世音君最公正了啊，对，最威猛啊，公正威猛，请观世音君上座来主持法会。从前我主持法会啊，地藏王的那个告我的状子告了这么多，说我爱放水，所以我现在退下来做讲解，不做主持了，因为我的心不正。好，大家向观世音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我们恭请观世音君主持法会。法会开始，第一位王义一清，王义清真名佛法会，来，这个时候来做法会是最好的。那你要跟你妈妈沟通什么，要有话嘛，你就可以问，等她附身，你可以问啊。那你先跪下，给观世音来，啊，他可以附身了啊。好，向观世音禀报。好啊，你也有感应。好，开始。好，用你自己来震撼你自己，对，这样最好。你有这样的震撼，你才敢。啊、哎，好，哎呦，好，好，加油，好，好，哎呦，好，好，恩公自己来了。好，啊，这么高的功夫啊！给我出去到美国开荒。好，中英文都不用，多可惜，我说就好，我做。我现在发光，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好孩子，带我去美国弘法，就是是功夫传给他们看看，几套洋功打得过我真国功夫吗？还好，谁说？阿弥陀佛！哇！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你好。哎呀，有的。好久不见。哦，我教你的功夫到现在还没忘啊。母亲。思念已久。来摸摸。道人世间，吃苦甚多，快不行了才来找你。哎呀，孩子，想当年我们是多么威风啊！可是我现在心不正呐、你不正呐、我也不正了。因为我太溺爱孩子了，我太溺爱孩子了，没有公正。心不正，心不正，我们都搞正一点，好不好？我需要学习，我要重新来过。到大陆就不行嘞，到大陆浊气太重，我们去脱荒。我的心以前在美国看得到是。一个好心哈，一个坏心，现在是坏心比好心多，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俩一起来。哎、我不是伤脑筋。我到美国，人家都笑我把洗衣机放在客厅了，没有来自来水。我看你去找一点自来水，我们就在美国给他们洗一洗液。美国人也很小气。是。所以我拼了命不要的命，一直在那边创业，一直在那边赚钱，你知道吧？为了守住那个基本的那个可以赚钱的那个好，去宏愿。可以啊，所以说家人也不是很支持，可是我还是拼了老命在做。没关系，你去做，过些日子我们都过去看看你去，好不好？过一段时间我们训练出来一批功夫人。哎，我到美国的功夫人还好几个嘞，但是还没有你的功夫好。他们都是有点觉得奇怪，因为我没有把基础打好，我就走了。哎，你去也把我基础打好。我这一生活得糊里糊涂的，傻里傻气的，没关系。临走之前带一些圣书去看。好，让我开心点笑吧。我现在已经母亲走了，每天昏头昏脑，我都不晓得怎么办上班了，没有没体力。晚上的时候去念我的名号，我到晚上去跟你会面，妈妈去拥抱你，再教你功夫，要不要？我想到那我就要哭啊。你就哭吧。他好我就好，他不好我就不好啊。怎么办？其实他不是生我的母亲，他是养我的母亲。养我的母亲是比生的还要恩情还要大。那你真乖。他很苦啊，他真的好苦啊。你要行功力，行功力的。我就怕他不好。加油，加油。没有办法行孝，我可以受他的
做，他会。我也是人家养大的孩子，我也是养母，比生母还要伟大。亲生都来不及，一个养母都照到莲花，你们哪个要我给你看？都照得金光闪闪嘞，因为我母亲在天被封为圣母了耶，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这个母亲养你，她就是圣母，懂吗？嗯，好，把人家的孩子拿来养就是圣母，不要担心。才刚刚去世，难免我都哭了三年才不哭的。我哭了，可是我很坚强，我要上班，这我都不能倒下来。对对。哎呀，好好的去做吧，好不好啊？有这一身功夫啊。等一下我叫小苗也练功夫给你看，好不好？好。好，你有同伴了。妈，我幸福呢。这些孩子啊，今天来跟我结缘，都是我累世教了他们的功夫。今天又来了一个我的孩子的功夫，可见得我从前也是武功高强啊，尤其我的轻功很高。好，好好加油，好，好，好，下一个。好，第二位曲同佩，曲同佩，曲同佩，我是同佩，是我讲话了。好，我这个曲同佩呀、啊，最近啊，也不晓得是我这个道场里面的，有一些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还是我这个曲同佩在嫉妒，这个总觉得我不爱他。或者是他的恩公非要来打我的蛋，我现在我把今天的法会超拔他那个恩公，希望他那个恩公不要再捣蛋了，因为我要走大道了，我不能再为了神这个凡间的这些事情缠住我的脚，所以请菩萨，请阿弥陀佛，你要帮我做主了，不管是怎么样做，该斩就斩，该做就做，不要让我的脚被绑住了，这样是不智慧的，因为我有使命，我不应该为亲情所累，请菩萨实现，该带走的带走，我不要了，我不要，我不要被这个所束缚，请菩萨带走。抽血，已经带走。阿弥陀佛，已经带走。对，感谢，感谢，这个佛法之奥妙，在你们都还没有来之前，我跟文金、玉品。就在想请观世音的大道斩断这些情孽，也请阿弥陀佛你大慈大悲，因果问题暂摆一旁，以大的任务为主，假如每一个大佛子在办大事的时候都为了枝节的小因果束缚了他的脚，那佛子怎么加分？所以这次逢三七普渡末节的时候做三分加七分，就算我的因果，请菩萨诸天仙佛加我七分，助我一臂，把这个因果不要谈了，就让他们超生，让我的功德把这些欠的冤亲债主把它超拔了，不要用肉身来讨，否则岁月不饶人，转眼即逝，到时候请问两败俱伤不说，全部的摇命归盘都无法完成，请问其罪他能担当得了吗？所以冤亲债主们，你们要知道今天摇命归盘，瑶池金母在此，希望你们看在瑶池金母下凡尘的份上，所有的因果暂缓一下，加一点分，让我们勇敢的前进，不要被因果束缚的连一步都走不开，请恩公们高抬贵手，假如恩公你不能像刚才的恩公这样高抬贵手，你们也就是赚到一点怨气，
而损了功德，希望你们不要损功德，也不要生怨气。最大的痛苦就是怨，最消你的福报的就是怨。同时要知足常乐，假如不能知足也就不能常乐，你不能常乐，请问你当鬼又有何乐趣？所以鬼兄弟们，三七普渡，阴间你也要放下一放。谢谢，谢谢，感恩，无量感恩，感恩。下一个，第三位林丽淑，林丽淑。退一下，这是丽淑的案子，丽淑的这不是小辈子在这边，你来了，那个丽淑，你说你赶快说，你为什么要办法会？你赶快做见证。我来，我要办法会呢，背很酸，背很酸啊。功课堂。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潇洒的像。就这样啊。你不理呀、啊？为什么？你讲个道理给他听听。你看，反正他只看到我的背呀、啊，所以我哦，快点，丽淑过来看看他的表情。丽淑，赶快来看他的表情，学他怎么样？撒完了没有？多少你回来回报，他有多少冤亲债主在那等着？很多啊。垫子。我连恩公啊。我也要学他。怎么样？这样我才讨得到啊！我也要这么凶。哇，他是受不了这么凶的哟，他胆小。要是小沛的那个凶悍降在你们家，你们受不了。对，你刚对不起。嗯，你只会讲这句话。对呀、啊，做副总。可是你刚好回我对呀、啊。哎呀，我们做的不得力呀、啊。你们每次都胆小，你看人家恩公讨报时也胆大，啊，你胆小怎么能够行功立德啊？最近啦，老大有点智慧了，不错。丽淑今天讲的也不错。恩公又深一点点。我每次爱夸赞他们。一下，我上辈子他也太厉害了，这辈子。我们上辈子都太聪明了，这辈子就。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你都看到我的背吗？你知道为什么都看到背，没有看到前面吗？可是我的脸是朝你的，那你说呢？这样子啦、啊，他骄傲啊！从前前世的时候都是骄傲啊，现在他已经不骄傲了。是啊，那是因为他骄傲不起来呀、啊。如果给他有点力的话，你还不是很骄傲？你听得下人家说你任何一句话吗？你听得懂吗？丽淑啊，不太学会鼓励，老大也不太会赞叹，这一点是真的是要改了。对了，要学会鼓励、赞叹。恩公，谢谢你教导，给我们指示我们的心。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改的话，大概40来天吧。40-50来天吧。好，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有说结果耶。对啊，结果不好，知道不好说。对不起。我今天先给你一只脚哦，你不要以为法会没有你的问题哦。哟，很感谢你，你让他有机会再走。但是我还你那只脚，你也没有非常的感恩呢、啊。我是啊，谢谢。当众很感恩恩公的恩德。感恩恩公大德。谢谢你。
各位恩公是恩公他的心量是很大，他能这样给我们一个机会。方女，恩公也要学，我们也要学。我们以前就是没有那种口才，所以都死在那边一片。口才非常好的人，现在都坐在那边。你跟排排坐，他就说口才的时候，马上你们来，再来一次表演，给你录下来不录，马上好了，噼里啪啦就跪下来了，噼里啪啦就跪下来了。本来坐在那里还乐着看，奇怪，我是你们的恩公，为什么人家学的比你们还快？对啊，特别反应好，年轻口才又好。又反应快，他们要去美国红海，我好羡慕哦。没关系，你把台湾红法红得出去就不错了。对，多谢谢你帮忙我。李信，可以跟你握一个手。我不要。你的手还没洗干净呢。哎，对啊。你没有看到我刚才在搓手吗？我现在的手非常的好。我的手是要去接那一边，谢谢，太美了，要给我一点力量。你看我的手好短，多等他们等不及。来买那个 CD 片，大量发 CD 片了，因为你们的口才不好，用 CD 片来接。今天办法会的送你们10个 CD 片啊，不行啊，啊，另外买了，好严格，帮我拒绝，是他送的。太看不起你们了。对呀。我的名号说出去也很响亮的，对不对？那你我既然能够被你杀死，那当然你就更好啊。人家送你的，他也看不起你，不要。我们更坏了，我们心地太这样了。对，你们就是心地都这样。一堆堆，一堆堆的。所以我都不能在你面前表示非常的好。我们一表示好的话，那怎么死都不知道。害我每次走路都摔跤。因为看不到前面，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前走呢，还是往后走。对，可是你们现在往后走，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可是我没有走的话，你们还是往后走，所以我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的，不是你的关系的。哦，真的吗？哦，这样我心情比较好一点。对啊，没有。要不然等下你们两个怎么样了，都说是我怎么样。哎，不敢啊，因为我们是害你在先啊。我如果我们现在讲你这样说你的不是的话，那我们真的都不如了。林秘书在哪里？我什么都听不到你背景话。哈哈哈哈哈！我是加油的啦。我们要加油啦，加油！加油的啦，不用加油了，外面加油站一大堆。怎么走？我也努力去做啊。只有努力而已，一点心都没有。有啦，有心啦，不然我怎么会来办法会？我就想到你了。哎呦，笑死人了！办法会是发自你内心吗？还不是因为一直看到我你才办。啊、你今天没有看到我的话，你会办吗？对啦，一定要办的啦。我没跟你要，你会拿出来吗？好嘞，那玩弄啊，用完啦，用完啦。对啊，会办啦，真的啦。是。跟你说新年快乐，花喜充满，我们要办感恩法会，花喜充满吧。阿弥陀佛。我们有3秒钟啦，怎么办？这恩公好调皮哦。恩公很可爱，什么时候教导我啦？他很可爱啊，什么时候？你的人一点都不好，讲出来的话一点都不中听。恩公是在教导我们了，恩公是在教导我们了。我这个叫做自然，好吗？注意，非常自然，发自内心的。自然之后就自信佛出来了。哦，谢谢。要先自然，然后就会变成自信佛。那个凳子拿过来。
情很好。表情很好，你们要看。你们要看了，人家恩公的程度很高哎、欸，真的。要用心看了，或者是看到后脑袋哦，因为我现在是前面，所以这里是后脑袋。但是用心看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的脸，在那边闪闪发光对着你。所以人家恩公都在画画这个愿，未来功德。所以你也是有一脚的。好、哦、像、哦、修到了，难怪很像。